I'm a cream car, I'm a cream car, I'm a cream car, I'm a cream car. Take a photo. 五六七八 I'm a cream car, I'm a cream car, I'm a cream car, I'm a cream car. Take a photo. I'm a cream car, I'm a cream car, I'm a cream car, I'm a cream car. 郑嘉可，对，就是我，对，谢谢你最希望我得奖，我昨天一定有被你祝福到，谢谢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觉得对，七年好像走了很久，又好像出道是昨天的事情，但既然就是度过了七年之痒，我接下来还是要继续用这种初心去热爱这件事情。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我们想请金辉跟我们聊一下。谢谢。就是你今晚拿奖为部落争光，会杀猪吗？要不要杀几只？对，如果我年轻二十的话，我不会输给你啊。现在走绅士，对对对，走绅士风啊哈。不要为难，不要为难。对对，我刚刚是因为智子刚听他那个感言，我很感动。到我的时候，我有点忘了我该讲什么。那我刚刚应该讲说。那个猪是一定会杀的哈，那个是最基本的，也就是我们啊，像海永家的嘎嘎一样，这是最基本的嘎嘎，所以那是必须的。那还会有什么？除了必须的以外，还会做些什么事情吗？你觉得庆祝的事情？不会，那个很开心的啦，保持愉悦心情。其实我每天都很开心啦，这样。但是说这今天是真的有一点紧张了，不紧张是骗人的，但是真的是谢谢评审。